这个羊头还不耐烧啊，再烧几天就坏了。老公，你得上车吧，你太重了。可以。人呀，豆豆会帮忙了吗？你拿这个出来干啥呀？让开呀，爸爸上来压到你喽。嘟嘟，干啥呀？还和鱼呀、啊？拿笔还拿得上呢啊？谁给你教的拿这样拿笔的？爸爸。爸爸给你教的。玛丽。啊？你问一下弟弟今天想吃啥 ？K， 弄了个什么去了？不知道。那、哎、你想吃啥？太冷了，我也不知道吃啥，吃啥暖和，你给我们安排。太冷了。嗯。要吃点带汤的，吃点我们这个大烩菜吧。烩菜是啥呀？烩菜就是把很多菜烩一块吃。哦，那行吧。啊，带汤，然后吃点就着馍吃。啊、哦，行。行。行，要吃大烩菜啊。嗯。弟弟在老挝那没有见过下雪。今天我们陕西这里下雪了，一早上弟弟就出来呵呵在这里玩雪了。弟弟在弄个雪人，买出来了，买这么多？嗯，不多，一样买了一点。我这个也找着。啊，对，肉碎掉了。老爷都捞起捞捞没，捞了吗？拉倒，走走捞。再提前凑上一点。学一下回去在老挝给你妈妈他们做。可以，可以啊。放辣椒面。走，大哥。这不管炒菜干啥都要放十三香。正常这个是我们自己粉的，但一般是过年的时候才粉，平时没有。用啥来粉啊？用大料啊。大料啊。还没熟就尝了吗？可以。下蒜，放啥蒜？放点粉条。再放点粉条。好，这样煮就行了。做吧，你做太辛苦了。行，那你做。
经落下了，等菜熟了我也落好了。哇，好香！哎，还好了。这个，再清脆一点，放点蒜苗，蒜苗一放香了。好了，出锅了，能吃了。哇，好香，老乡，今天这一锅好吃的。给妈妈去拿过去，妈妈吃饭，这就有点烫啊。啊，行，你脚伸下去，把这个挪一下过来。这个馍馍怎么样？还馍馍是我做的菜脆梅桃做的，你尝尝。好，烧馍。做啥了？嗯，三明馍。你要吃馍？嗯，这都吃。味道淡，味道不淡，可以啊。嗯，好吃吧？好吃，好吃。学会没有？没有啊，没有，没学会。没有，下次再做一个。这是我们陕西大烩菜。主要陕西都会吃这个。啊。大概四年怎么才第一次吃呀？之前也没做过。可以。好吃。这个还简单，好吃，一锅直接解决了。炒菜的话要炒五六个。行，好吃了以后再给你们做啊。嗯。嗯。稍微有干吗？干。嗯。干杯。干杯。辣吗？大。大。哎呀，一道大给大。对，不够了吧？那一碗也吃了，这还有一碗，你再干两碗，再给个馍。嗯，馍剩菜些。一个馍就是这一点点。馍一个馍。啊。两点馍。馍。能吃完吗？那不大啊。嗯。能。现在都不冷了吧？嗯，不冷。是麻麻辣辣的，冬天吃上暖和。嗯，爸，一锅啊，贵啊，嗯，不够了，为啥？嗯，最后还是还有一大碗。我爷爷。嗯。饭。饭啊。那吃不饭，吃不完了，给爷爷啊。你剩下给爷爷吃了。啊，对，爷爷。锅子油的，也有锅子的。